做一个调查朋友们知道极飞的无人机吗？哎，知道的话就扣一，不知道的话就扣个二。我想很多人不知道呢，是因为它的应用场景都是在这种咱们平时见不到的田间地头了。 这儿是广州黄埔区的莲塘村，吉飞正在打造中的三百亩超级农场。哎，为什么叫超级农场呢？我以为是那间还没有盖好的咖啡厅的原因。哎，看到了吧，就是那个有着红色框架的房子了。哎，但其实啊，并不是。它的超级之处是整个地里面都是无人化管理的，所有的撒播、喷洒、测绘等农事作业呢，都交给了他们家的 P 一百、V 五零农业无人机、M 五百、500, M 两千遥感无人机。 和 R 幺五零农业无人车来完成了，哎，人嘛，真的就只需要坐在咖啡厅里面喝咖啡就可以了。哎，顺便说一句啊，喝的咖啡呢，也是他们自己的农场里面种出来的。哎，什么叫做靠山吃山啊？这才是真的叫嘛。其实小型无人机咱见多了，早就习以为常了。但是这种载重可以达到四十公斤的大型无人机起飞时的霸气呢，还真的是相当震撼啊。 我感觉这是自己离电影里面那种未来场景最近的一次了。你看它完全自主的优雅转身，精准的对齐航线，潇洒的飞行姿态，像不像是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变形金刚嘛？尤其是这台跟鱼鹰同门可以轻转旋翼折叠起来的 V 五零了。唯一不同的是，鱼鹰洒下去的是绝望，它洒下去的嘛是希望。 希望的种子。对了，其实不该说傻啊。因为鸡飞今天刚刚升级了他们的瑞波系统，种子不再是像从前那样水平的撒下去了，而是通过这两个跟地面垂直的，像是杰格加廖夫机枪顶上的圆盘弹鼓一样的东西，给直接甩到地里面去的。诶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可以减少留空时间，使种子的分布更不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嘛。 哎，一说好像都很明白，对吧？但这种东西妙就妙在啊，你想不到就是真想不到啊！黑科技所谓的“黑”的地方呢，指的大概就是这个吧。今年有点遗憾啊，没有在这顶上的极客咖啡馆里面喝上咖啡。希望明年来看的时候呢，这个超级农场已经硕果累累了啊！不，应该是希望全国各地呢都有了这样的无人化智慧农场了。